靠腰，这样没撞到。 在里面啊！怎么这血祭品开场中血祭品也太衰了吧！哇，这里好难撞哦，这里超难撞，超多障碍物的，根本过不去。 刚刚应该直直追的，不该撞的。哇，没挑到，他被减速了。 他为什么走那么快啊？嗯，他怎么走那么快？先别的快刀。 别个快刀！哇，他们这组修的不算慢哦。哇，对哈，哦，P1有对哈。 有一台可能会快修开了，要赶快赶过去。哇，果然开了，那算了。抓到。 这是血祭品哎，糟糕！哇，我的快刀掉了，糟糕！哇，我的快刀又掉到凌晨了，哎呦，头好痛哦。 叠个快刀，哎，顺便叠个快刀。
我这钩子，到喽！ 给他缓速了。OK OK。哦，他竟然往上跑，真有种！往上跑通常都容易死哎。 干嘛、啊？想玩几只柜子啊你？哇，没砍到，先不追，这台进度有点高。 抓到！我先回去看这台有没有人要修。哇，他们好狠哦，硬修哎，都没有在跟我客气的，这台直接把它这样硬修开哎。 本来想要守的守不住，好可惜哦！哇，我现在有点糟糕哦，他们全二挂哦。 OK， 抓到。那我们现在全都半血，然后要修我这个。哇，枯魔打这张室内图真的偏难打哎，我发现。我的毁灭也没了，糟糕。 糟糕，我的毁灭也没了，他们现在不知道跑去哪里了，两只都。哇，找不到人。Hello，Kickman，晚上好。哇，他们现在三个凑起来补满血了。完了，我的毁灭被抓到了。 差一点。
他们应该在另外一边修了，我这边可能要赶一下。OK， 他们现在油灯七成啦，偏难修。然后我刚刚过去上刀是要让他不要那么嚣张。OK， 好。OK， 这样他们死一个，剩两只，这样应该不太好修了。这样进度算还行，还想修阿德，我就知道一定会有人回来想修这台。得抓到，哈、啊，还想搞啊？被我抓到了吧？哦，抓到你喽，明明。哦，跌下漂亮，这个跌下漂亮。没有打到，这一组都不错哎、欸。这一组都打得还不错、哦，我讲真的，这一组都蛮会打枯魔的。可是他们的缺点是这个等板，就这个习惯不太好。这组缺点都蛮会打哭，就是优点都蛮会打哭魔的，算蛮厉害的。听到地道声了，在这里。OK， 踩掉地道喽。刚好在旁边，我们现在去找最后一个人的位置吧。我记得他刚刚在这附近啦，但是不知道爬去哪里了。有一个人不知道爬去哪里了。哦，我看到他了。直接红配撞破板，板再多都没关系。我直接撞板，我只需要一秒，我就可以回复正常追人的速度喽。哇，这组打到满分呢，32000。哦，这组是全红段的，当然刚好段位重置掉下来，都 R5， 这组还不错哎，这组都蛮强的哦，这组都算是蛮会应对枯魔的，打起来的感觉就是偏难打，尤其又刚好烧室内图，就是整体很难撞，不过还行啦，也可以抓了4只，还行还行。